MVP 交给了是阿 B， 有请。哎呀，交给阿 B 哦。十九杀哦，阿 B 哦，交给阿 B 哦。嗯。有情破坏者没球啦，这个乱讲的，这个乱改的啦。那个五杀，那个五杀是不小心，我伤害怎么那么高啊？阿伟刚刚怎么喷你的？他骂我干娘鸡掰，我直接问他说，你骂谁干娘鸡掰啦？我直接告他，我已经直接告他了。没必要啦，打个比赛而已。他骂我干娘鸡掰啦，我直接告他。说爱我，我问他骂谁，他说骂我，我直接告他。阿 B 跟队友呢？我的队友呢？小右大声的喊着：“队友，队友嘞！”哇，但死去，后面的队友来了也死去。阿伟收起来了，狂风之力的贴近拿下了 triple， 他瞄准的好像是 penta， 来回位移的 final， 起来瞬间也要死去，这是一个夸张、哦，没勾到。留住闪现来了，阿伟连续的追击，但克斯准备要溜了，但一张黄牌进来，咻咻命中，最后是阿 B。熟悉的画面，一个打野抢掉了别人的 penta， 直接中头，我不爽、啊。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。哦，这里也不爽了。我就没有阿 B 就没有要。不然 A 到，不然 A 到嘛，补伤害嘛。